大家好，今天我们画一幅中国画，晴桌，晴天的桌子哈。毛笔先蘸点淡墨，毛笔尖蘸浓墨，推出竹竿。推出竿注意要推的直一点。然后再画出这个竹荀，再画一颗竹荀。也是先蘸淡墨，毛笔尖蘸浓墨。左边一笔，右边一笔，包起来。它显得是个感觉是个圆的啊。然后再画出这个竹荀里一层层的这个它互相包裹的那个须子那个叶顶部，它有个须子。然后从这顶部再点上点斑点。吹风机吹干竹竿，为什么要吹干竹竿呢？因为需要画结，要不吹干的话，它就会阴。表现雨竹可以啊，阴了要是晴竹或者风竹，它阴了不好看啊，感觉比较臃肿。竹节画完了，接着画这个小枝。这个小枝就是长叶子的，我们截取了这个，我们这个拍杖啊，截取了这个竹子的中间一部分，这个画面进行表现它。也是左边长，右边长，一节节的长的。注意穿插疏密方向。这个叶子用浓墨画人子，主要是画人子，然后再破它。你画完人子，用一笔或者两笔把这个人子破它，就是一组组的组合，是吧？两个人子、三个人子加在一起，然后再破它一下，组合起来，不断的组合，有个疏密一组组的。由小组变成一大组，逐渐的就是随着竹叶越画越多，感觉越来越好看了。就是画人子，很简单啊，画人子，然后再破。就是通过交叉角度的变化，就是把它破它。它几乎就是完成大半了。然后再是我感觉哈，就是画桌子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画完叶子以后，这个小枝的穿插。就是你告诉这个看画的，这个每片叶子它是怎么来的，它长在哪个地方，是吧？你不交代清楚不行。这是，许多人哈，画完桌子他不去搞这个穿插，也不能说不行啊，个人喜欢，我喜欢穿插。小枝它是存在的，所以我说不很满意。你看一下，如果穿插完了，是不是显得更厚重一点？叶子没多吧，
就是穿上了这个休止，是不是更好更仔细的？这个。